大一点，拉远一点也可以。哦，哇，咁蛇爪举，哇，太轻了，太哎耶，哇，哎，好。我觉得奥运会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舞台，所以我还是非常开心能够跟队友再次拿到金牌。自己也想放弃的时候，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当你走不动的时候，你就选择原地踏步，踏着走，慢慢走。实在太多人羡慕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马龙收到马龙和范振东当然